戏剧节目男配角奖得奖的是尤安顺。尤安顺，公视人生剧展盲人阿青。得奖的是尤安顺，新创电影短片大吉。尤莉亚，模仿犯近日掀起高讨论度，不仅成为平台内台湾地区第一名，在全球190国家地区也有亮眼的成绩。其中饰演吴康仁舅舅的尤安顺，被网友发现根本是时间管理大师，不管在电视、电影还是串流平台，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。该发现也让网友惊呼，真的哪台都有他。尤安顺不仅是牛车来去中安心雅的公公、第九节课的校长、做工的人中的昌哥，更是三立八点档一家团员王家的暖心爸爸。尤安顺虽然不断自称是不起眼也不主流的小演员，但他其实早已是金钟奖获奖常客。尤安顺曾被问及拍这么多戏是否想过休息，他谦虚说，我不是一个很自在的演员，但我是很实在的演员，家里小孩还小，必须实在一点，有需要我就去。姚黑，爸带你来回来哦，你要对我调哦，要对我调好。俊哥，你安尼，我要清醒，不要回转来。亚伟，咱走。你出事的第一天，爸是头一个玻璃的人。我叫你等一遍，爸会带你回来。今晚，爸就带你回来。娘哎。惊死我，你知影吗？你这次离开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再回来。不过你若是有回来，要让阮知影哦。好，你看这马，阮伫个日头上大、上水的时阵，大家拢来送你啊。你若是有欢喜，也爱让阮知影哦。
你要过来做爸爸的查囝啊！你要过来做爸爸的查囝啊！请你放心的跟他走，放下所有牵挂，带着我的祝福，我爱你。一家传你啊！